姚卓菲近日出席新歌展览活动，对于有指佢新西兰成功考获车牌 ，Chantel 受访时表示，七月先系真正嘅车牌试。咩意思啫？系，但系我嚟紧会考一个真正嘅牌咯。系嘛？几时啊？7月。7月啊？点啊？你觉得你得唔得？我觉得我有信心嘅，因为我已经学咗一段时间啦。系。系啊，所以我觉得 OK。系嘛？揸车嘅时候嗰时紧唔紧张？唔紧张。我第一次揸嘅时候，我都冇点样觉得好惊啊嗰啲。咁但係有冇俾駕車師傅鬧？咁我覺得每個駕車師傅都係嚴謹嘅，咁係安全人命嚟嘅，咁所以一定要嚴謹啦。但係我覺得，佢又冇點樣鬧過我咯，即係可能提我啊呢度即係轉咗，你唔好即係小心。咁當然你一開始，當然咧一開始點啊？一開始學嘅時候你一定會出錯嘅，但係我就唔係出啲好，即係唔係。鏟咗落人哋度，嗰邊又冇嘅。到時喺香港去揸得車嘅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叫爹哋買部車俾你。我未問啊。即係你諗住自己買定係叫爹哋？唔知道，到時先轉得中，有咁耐。佢亦都提及好中意今次推出嘅新歌。其實好開心，我好中意呢首歌嘅，因為係我鋼琴老師寫俾我，就係一個玩唔完嘅派對。